老婆，快吃个八爪鱼。哇，三个大长腿啊！这等你喜欢吃，我天天做给你，天天做给你吃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怎么卖的呀？老板娘不卖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说你这一锅海鲜怎么卖的？给我来100块钱呢。大哥，你要100块钱的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100块钱还能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包啊？老婆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，你就给大哥好介绍一下。嗯。哎，大哥，太香了啊！这个是咱家扇贝肉，三包大哥带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两包的深海章鱼须，两包花甲肉，再来上2袋蛏王肉。今天啊，你给小妹点上小红心，小妹再给您送上2只黄金大澳鲍，满满一大箱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.9，还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下包你小黄车。